46题，驾驶出租汽车途经繁华地带，驾驶员不正确的驾驶方法。他说的不正确，不正确，这就说高速平稳通过。你看 A 说注意周围车辆动态，正确的，保持安全车距，动态的，正确的。C 防备行人和自行车突然横穿，这也是正确的。